教育电视，而家由梁安妮报道新闻。今日清早时分，喺市区发生一宗交通意外，造成一名途人受伤。而家我哋嘅记者就喺意外现场。李兴华，交俾你啊！唔該曬梁安妮。根據現場嘅消息，嗰名嘅途人係喺冇遵守交通規則嘅情況下橫過馬路，而導致今次嘅意外。我哋睇翻觀眾提供嘅片段啦。嗰名男子懷疑係由於冇睇清楚路面交通情況而橫過馬路，導致今次交通意外。其實喺交通意外當中，有時係因為交通設施不足、司機唔負責任嘅駕駛態度同埋行為，又或者係汽車發生機件故障而導致嘅。不过好多时候都是因为行人不依照交通灯过马路，或者是不小心过马路而导致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可以专心和留神，那就可以大大地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了。我知道如果做事成日都匆匆忙忙，就很容易对马路的情况疏忽大意的了。在过马路之前，我们应该预留多些时间给自己去要去的地方，不要好像很赶紧。阿生，我好像没有访问你。冇啊，我只不过想做个反面教材啫嘛。因为今朝咧，我挂住买早餐嘅时候咧，就俾车车亲嗰个途人咯。各位，呢宗交通意外就教大家，千祈要小心过马路。如果唔系，分分钟连早餐都冇得你食噶。李兴华，不如讲下点样过马路先至为止安全？好啊，冇问题。我哋喺过马路嘅时候，要拣啲有行人过路设施嘅地方，好似行人天桥、行人隧道、斑马线同埋交通灯嘅路面。好似呢度过路处咁啊，有行人过路嘅交通灯。而家红色人像灯着咗，代表唔可以过马路住，我哋要打等先啦。咁而家绿色人像灯着咗，就可以过马路啦。不过都要望多眼，预防有啲车唔守交通规则。如果情况安全，就可以过马路噶啦。绿色人像灯闪动，唔可以起步过马路。过紧马路嘅要继续向前行去前面安全岛或者马路嘅另外一边。除了设有交通灯的马路之外，行人还有其他安全的选择，例如斑马线。现在就等我介绍一下斑马线。斑马线是路面上有黑白相间条纹的行人过路处，而两旁画上之字。由于这条纹好像斑马身上的横纹，所以叫做斑马线。这个标记是警告驾驶的人，可能有行人正在横过或者等紧横过马路，驾驶的人必须让路给斑马线上的行人。在斑马线那里，通常有盏黄色的灯作为标记。其实过斑马线的时候都有嘢要注意的。过斑马线之前要给司机有充分时间看到你慢驶和停车，我们先好横过斑马线。虽然司机必须要让路给在斑马线上面的行人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等车停定才好过马路。兴华，有时为了方便，在斑马线两边的资质范围里面过马路又得不得的呢？不得的，梁安妮。无论在斑马线两边的资质线范围里面过马路，又或者行人隧道、行人天桥，甚至是有交通灯的地方15米之内过马路，都是触犯交通条例，会被罚款的。嗯，各位记住，千祈唔好为咗贪图一时方便或者赶时间而触犯交通条例，被罚款就唔好啦。我仲想提醒大家，如果揾唔到过路设施嘅地方，就要记住以下嘅步骤啦。首先要揾一处安全嘅地点过马路，然后企定定。为咗防备来来往往嘅车，要企喺行人路上，唔好企近路边。过马路之前要睇清楚路面四周嘅交通情况。如果有车驶埋嚟，先俾佢驶过，再小心睇下附近仲有冇其他车辆。如果确定冇其他嘅车驶埋嚟，就可以直线横过马路。喺过马路途中，要留意有冇车喺你起步之后驶埋嚟，尤其系转弯或者系道后嘅车，要回头睇清楚你后面嘅交通情况。唔可以对角横过路口。先横过小路，然后使用行人过路处横过大路，咁样就比一次过横过成条大路安全。如果有车停落嚟让路，仲要小心后面其他嘅车会突然驶出越过已停定让路嘅车辆。有啲车会装有倒车响号，当倒车时会发出特别嘅声响，我哋更加要提高警觉。车辆喺倒车嗰阵，应该避免喺佢后面走过或者横过马路。
过马路时唔好使用流动电话，又或者收听任何音响设备，唔好一边行路一边讲话，唔系有车驶埋嚟都唔知道。咁样过马路实在太危险啦！其实设立围栏嘅目的咧，系为咗分隔行人同埋行车嘅道路噶，所以我哋千祈唔好以身犯险，攀越或者越过围栏过马路啦。过马路嗰阵，真系要眼看四周，耳听八方先得啦。冇错啦，我哋时刻都应该要记住，做个醒目嘅行人，过马路要专心，要留神。唔该晒李兴华。呢节报道时间又差唔多啦，各位，听日同样时间再见，拜拜。大众踩单车郊野上 ，Annie 其实踩单车真系乐趣无穷，而且有益身心添噶。不过每年有唔少人踩单车嘅时候就发生交通意外啦。你讲得好啱啊！其实你谂下，如果我哋踩单车嘅时候缺乏妥善嘅保护措施，一旦发生意外其实后果可以好严重噶。损手烂脚就话小事啫，如果有啲咩重伤，甚至有生命危险嘅话，咁就真系一啲都唔好玩啊！所以话踩单车嘅时候最紧要就系守规则同埋重安全。咦，不如等我考一下你啊！你讲你踩单车之前要准备啲咩啊？当然就是一部嘅单车啦。哇，除此之外呢，就梗系踩上去啦。等一阵，你牛龟咁大只，用一部咁细嘅单车系唔啱噶。我哋最紧要咧就要拣一部适合自己体型嘅单车。当然啦，仲要睇下佢操作正唔正常啦。例如佢条胎啦，究竟泵唔泵足气？当然啦，佢嘅刹车掣有冇失灵咧，我哋都要留意嘅。如果一切都万无一失嘅话咧，我哋就可以坐上去啦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其他安全措施要做噶。我知道，系咪头盔同埋护膝咧？哇，点解你咁醒嘅？冇错啦，有时唔系净系规定我哋先要做噶。嗱，好似呢个头盔咁啦，其实真系非常之重要噶，因为咧当有意外发生嘅时候咧，佢可以保障到我哋。咁当然啦，如果我哋带埋护踭同埋护膝咧，就更加好啦。诶，你睇下，我戴咗呢顶头盔系咪好型咧？我唔系好想同你讨论呢个问题。其实戴头盔咧同你有冇型系完全冇关嘅，最紧要咧系实用，因为当有起事上嚟，佢可以保住你条命啊。我哋应该妥善咁样戴起个头盔，位置咧最紧要正确。头盔咧唔可以戴得过厚，露出成个前额，又或者过前遮住对眼，又或者向侧露出一边个头，最紧要咧扣埋下巴嗰个扣咧。咁就万无一失啦！既然一切都准备就绪，咁我就开车踩噶啦噃。但系你谂清楚、睇清楚未噶？咩啊？喺开车啦、停车、左转或者右转之前，有三样嘢我哋一定要注意噶。第一，预先谂清楚你想做嘅事，要预留多一啲时间去做。第二，要环顾四周，睇清楚系咪安全。望前同望后。第三，如果安全，就应该发出信号，表明你嘅意向。手号必须正确清楚。为咗安全着想，做多啲都冇所谓啦。梗系啦，走啦，行啦，耶！Annie 啊，前面行人路啊，我哋可唔可以踩上去噶？梗系唔得啦。单车都是车的一种，所以适用在车的条例也都适用在踩单车的人。踩单车的时候都要遵守道路交通条例的。我们不可以踩上行人路，那真的要踩出马路啦。在设有单车径的公路里面，我们一定要使用单车径的。咦，对面有单车径，那我们踩过马路了。等一阵，你这样就违反了交通条例了。如果我们在行人过路处要过马路的话，首先我们就一定要下了单车，然后将我哋嘅单车推到行人路边，先至可以过马路噶。同时咧，我哋要遵守所有嘅交通灯号、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。而家绿色人像灯着咗，我哋就可以过马路啦。系喎，咁样我哋又唔使惊碰亲过马路嘅行人，亦都唔使惊俾车撞亲啦。系啊。
Andy 啊，你咁注重单车嘅安全知识啦，等我考下你咧。呢个标志点解啊？你唔系以为咁就难到我啊？呢、这个蓝色底有白色单车图案嘅标志咧，就表示呢一段路只准单车啦，同埋三轮车进入，汽车同埋多轮车都系禁止驶入噶。咁呢个一边有人一边有单车嘅标志又点解啊？呢、这个好简单啫，呢、这个标志咧就表示行人、踩单车同埋三轮车嘅人咧，要按住标志嘅指示分界而行。你即系话人有人行，单车有单车行，唔可以越界噶？冇错啦。你头先考咗我咁耐啦，不如而家等我考翻你啊！你知唔知呢一个标志系点解咧？呢一个咧系限制踩单车嘅标志。若然咧你想继续前行嘅话，就必须先落车，再推住部单车一齐行噶啦。嗱，推车推到嚟呢度，见到上面呢个标志咧，就表示限制踩单车已经终止，我哋可以坐翻上去继续向前踩噶啦。咁啊，咁我走先啦，拜拜。喂，等埋我啊！Annie， 嗯，做咩？呢个喺单车上面有红圈斜间嘅标志系代表咩呢？哦，呢个咧系禁止单车同埋三轮车驶入嘅意思。咁即系我哋唔行得呢边啦，咁我哋行呢边啦。冇错啦。Kelvin 啊，我觉得有啲攰啊。咁啊，咁样我哋改边坐下。嗯。唔到咧，今日咁多人嚟踩单车喎。今日天气好啊嘛。诶，你睇下嗰个人踩单车技术好高超喎，两只手翘起嚟都得嘅。你知唔知啊？佢已经犯咗两样唔应该做嘅嘢啦。两样咁多？嗯，我先讲第一样啊。踩单车嘅时候，除咗打手号之外，双手应该紧握把手，双脚唔可以离开脚踏。佢咁样做啊，唔单止对自己好危险啊，仲罔顾其他人嘅安全添啊。咁第二样呢，你有冇见到咧？佢一路戴住耳机听歌，一路踩单车啊？听音乐好平常啫。梗系唔系啦，你试谂下，如果你戴住耳机又或者其他音响设备，你就会分心挂住听歌，仲点会留意四周围嘅交通情况？咁又系，其实踩单车同揸车一样，要专心同埋留神。正所谓使出真功夫，方为大师傅啊嘛。咁你知唔知道咧？踩单车嘅时候仲有咩其他规则要遵守啊？我知道踩单车嘅时候咧，千祈唔好喺路面咧左穿右插，要单行排好，同埋靠左踩嘅。除非咧，你就要超越前面部车啦，或者咧向右转咯。冇错啦，所以我哋踩单车嘅时候咧，千祈唔好并排踩，要一架跟一架，而且咧要保持安全速度，同前面架车咧要保持安全距离，因为你唔知道前面架车会唔会刹制噶嘛。系 ，Annie， 我想问一下，踩单车嘅时候可唔可以载人呢？梗系唔可以载人啦，不过如果你想载物件嘅话，就记住要喺单车安装适当嘅载物架或者袋。我知道咧，载物架咧要安装喺车后面嘅正中位置，因为你装喺前面咧就会阻碍你嘅视线啦，装喺侧边咧就会影响你嘅平衡啦。冇错啦，如果系夜晚或者能见度较低嘅时候，仲要记住咧开着单车车头嘅白灯同埋车尾嘅红灯。总之要记住踩单车一定要守规则同埋重安全，既然咁安全，咁我哋揸车走啦。好啊。